兄弟，武馆街在哪儿啊？啊？武馆，前面直走。这么多武馆，先打哪家？一、二、一、收。兄弟，交拳啊！你们是来拜师的，进来再说。谁是馆主啊？我就是馆主。我叫金山找，九门佛山是武术之乡，所以专程南下，想跟佛山的武师切磋武艺，交流心得。切磋武艺？对。那就是来踢馆子了。指教指教。好，你们站一边去，看看你师父我是怎么教训这帮乡巴佬的。哎，不是那边，这边这边。哟，有人来踢馆了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就是还敢来踢馆。学着点啊。你们师傅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师父不在，哎呀，佛山的天气都不知道怎么了，又冷又热的。哎，我来。啊。画什么呀，阿准？哼。阿准都不理你了，有空多陪陪他吧。好啊。武士林，这么早啊？嫂子，我不是来打架的，讲两句话就走。喂，什么事？来了一群乡下人，
到处去踢馆。哎，功夫非常厉害，家家武馆都顶不住。可以的话，去看看。有那么厉害啊？是啊。嫂子，先走了。佛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